最厉害，日本人玩，看这手法就不行。小球的速度好像有点慢，呵呵，还不到十米。接下来是韩国人，这手法也就一般般。小球的速度比刚才的日本人快一点点，也才刚好超过十米。来看看中国人怎么玩，看这娴熟的刀法，这老练的走位，还让小球穿过了两个彩虹圈。让我们来看看最终的成绩吧。